I'm hot, I'm sexy, I'm fancy, I'm a freak. I'm cool, I'm funky, I'm swaggin' on the beat. 我这一百变模样，舞台就是我主场。来吧来吧，当女王。今天呢，跟好几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YouTuber 合作，那要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在百忙之中呢，挪掉他们的档期呢，帮我拍这个 MV。Thank you so much。那在我们拍摄之前呢，就跟导演通了个电话，因为我对这个歌是充满了画面，很多的想法。我想象是有小孩，是有大人，然后有动物的。导演就把它移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 level，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很好笑的，有幽默，然后还有不同的品牌 fancy， 都是 fancy 的一些产品，哇，就是好多的想法，我好喜欢达人秀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超棒的，因为我刚刚就做完一个达人秀嘛，导演就把它重现在舞台上，然后我做一个 judge。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 YouTuber 跟我一起，加入的这个表演。导演，我爱死你了！胖球是个非常非常努力、非常用心的一个小女生，然后她对她自己非常的严格，因为今天有一次就是跳错了，然后之后她马上就大哭了，我就一直安慰她，我想。这个小女生就对自我要求很高，以后长大不得了。我很喜欢她的这个态度，她已经 so fancy。男生，男生很难受，因为她一开始跳错，她就哭了。我不会觉得你爱上暗杀，我刚刚也是自我要求很高，对她，你看跟我很像哦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刚我们有很多部分的相对，我也跳错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慢慢。Hello, 好你真乖哦，对自己很严格。诱人，我一看到他，他是装扮我的滴答滴的造型。今天呢，刚好跟他尬的那一段，就是我要 hit 你，就是一开始就把他，也真的要 punch 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就说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导演说要打他。好多的 OK 就是因为我啊，拍谁拍谁啊，拍谁拍谁，是就是跟展荣、展瑞在做这个评审的时候很好笑，因为他们是双胞胎，然后呢，他们那种默契超有默契的，反应超快，然后就是互相这样，哇，我一直左右看他们。那个哦，就是笑声不断，有一段呢，他们就打起来，我的天哪，我就是 Oh my God， 然后呢，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就一直咔那里笑，就是他们两个的戏很长，非常可爱。那其实我来之前，我来拍 MV 之前呢，我就有看了于甘他唱歌的一些YouTube video， 他唱歌非常的舒服，这次他也是百忙之中抽空来拍我的 MV。非常非常感谢他，真的是才华多多，所以今天我看到不只是比较温柔 romantic 的唱歌的方式，他今天来跳舞挺棒的， pretty good。来，给我一个，哎呦，好，待会儿再下来跟你们玩，好不好？太可爱了，待会儿见，等一下也要拜拜。